咱们要讲的第一个实现的模型叫做 hierarchical softmax，也就是说啊，它翻译过来啊，就是一个分层的 softmax。 那 Softmax 啊，一会儿啊，咱们可以还会给大家过一遍。那分层是什么概念呢？啊，一会儿啊，咱们就给大家分别解释一下这个分层啊，它是怎么样进行一个设计的。那么首先啊呢，咱们还是啊先来看一下，嗯，对于这个神经网络啊，它的一个实现啊，它有两种方案，咱们分别来看一下。第一种呢叫做一个嗯，continue 啊 b a c k w o r d s 的一个模型。第二种呢叫做一个 s k i p g r o n d 的模型。那么其实啊啊，别看他们的英文叫的这么复杂，他们的意思啊其实很好理解啊，咱们来。 看，嗯，就是这个 c o n t i n u e b a c k of words 啊，他说的就是说，嗯，当前，比如说咱们这个输入啊，就是像咱们之前说的啊，它是咱们上下文当中的，比如说，呃。 咱们要预测的是一个 W T 嘛，那这个 W T 它是不是有一些上下文的词啊？比如说它前面一个词，后面一个词啊，它有一些上下文，它的输入啊就是它的一些上下文的词，然后呢中间啊就是经过了神经网络当中的一些隐层，最终啊是不是我想得出来的啊？就是要根据它的一个上下文预测出来这个词是什么啊？这个东西啊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c o n t i n u e 啊 backward w o r s s 的一个模型，然后呢还有一个 skip gram 啊 skip gram 的意思啊就是它倒过来。 也就是说啊，咱们当前的输入啊是当前这个词，然后呢，我想要得出来的输出啊是它的一个上下文啊，这两个就相当于啊是一个从左到右的一个颠倒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的一个核心啊就是这个 Continue Backward w o r s 的一个模型啊，会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这个模型啊它设计的理念，以及呢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迭代和求解的过程。 嗯，首先啊啊，它的一个缩写就是啊这样一个啊、呃、磁带的一个 model。然后呢，它是根据上下文，刚才说了它的一个输入啊是它的一个上下文，根据上下文啊要预测我们当前的这个词语，当前这个 WP 它出现的一个概率值。 那其实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写这样一个自然函数，也就是说，嗯，当我的一个上下文是这个 c o n t e s t w 的时候，我这个 w 啊是这个词，那我希望它的一个概率出现是越大越好，越小越好，肯定是说啊，出现的越大越好的。在这里呢，就是说，嗯，我要预测的时候，我要对于所、so、有的词来说啊，它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概率值啊，都是越大越好的，因为咱们是有一个 label 吧，我们就希望啊，它出现真实值的情况下是越大越好的。咱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 自然函数啊，帮我们进行一个求解的。那在咱们啊，该嗯，在咱们讲这个 hierarchical soft max 的时候啊，咱们要先讲一个东西，叫做一个哈夫曼数啊。可能有些同学啊，对这些东西啊，已经是比较熟悉了啊。但是为了保证啊，咱们后面都能听懂，咱们还是要来过一遍。 那首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哈夫曼树呢？哈夫曼树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叫做带全长度最短的二叉树啊，也被咱们称为啊最优二叉树。嗯，咱们来看一下吧，就是左边有个树，右边也有个树。对于左边这个树啊，它是正儿八经的啊；右边这个树看起来它是比较高的。那咱们来看，就是说，嗯，这个树，假设说你什么都不指定的情况下，我可以随便构造一个树吧。 但是呢，现在我指定了一个，嗯、呃，指定了一个全值，比如说这个 A 呀、啊，我说它的一个全值是五，B 是七，C 是二，D 是十三，呃，指定全值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全值是这样一种含义，它表示啊，这个，比如说这个 A、B、C、D 它的一个重要程度。 那这里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说，嗯，通常啊，我们希望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比如说这里啊，它不是 D 是最重要的吗？那我就把 D 放在最前面。然后呢，B 是第二重要的，我把 B 放在第，嗯，次把 B 啊放在 D 下面吧。在这里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呢算的是一个带权长度，嗯，然后啊，这个 A 图就是一个正常的数 b 图呢就是我的一个哈夫曼数啊。这个哈夫曼数其实构造很简单，咱们就不讲它怎么构造了，一看就能看出来。 对于图 A 呀、啊、和图 B 来说，是不是它的一个带权长度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啊，对于这个图 A 来说，它带权长度怎么算？我们来看，它是从根节点走到这儿，一步两步，一步两步，所以说呢，它要乘上一个多少步数吧？所以说五乘二加七乘二加二乘二加十三乘二，最终等于五十四吧？那对于这个 B 图来说呢，它是怎么算啊？一步到十三了，所以说十三乘一；两步到七，一步两步，两步到七，七乘二啊，然后呢？ 接下来啊，三步到二，一步两步三步啊，然后三步到五，所以说它带权路径啊，就相当于是呃你的一个权值再乘上一个啊、呃、这样一个步长的意思。那么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嗯、呃、，B 图 B 图啊，就是我们构造出来的这个哈夫曼树。哈夫曼树啊，其实它就是这样构造的，把。 嗯，把这样的一个全值啊最大的放在最前面，然后呢，依次类推啊，就是全值依次去减小。那这个全值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先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咱们刚才不是说的一个东西叫做 hierarchical 的一个 softmax 吗？那什么意思啊？咱们来想。现在，假如说我构造一个 y 值，嗯，比如说我现在的一个现在啊，嗯，现在我的一个整体的语料库，比如说有一啊、呃、有一万个词吧。 有一万个词，我在进行一个词的分类的时候啊，是不是说我在这里？哎呀，这里有个 y 一，然后有 y 二，然后有 y 三，然后点点点点，一直到 y 一万。那我们想，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上下文，然后它下一个词是一万个词当中每一个词的一个概率值啊。 我要算这样一个值，哎呀，这个这个量是不是有些大呀？有些大怎么办呢？但是呢，这些值虽然大，我们都给它写在一一并一排了，给他们写并一排，好像来说，哎，每一个词，哎呀，它的一个对待程度都是相同的吧？在咱们算法当中，不可能现在涉及到，哎，对每个词有什么样的改变吧？但是呢，我们来想一想，哎，是不是在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啊，常用的词也就那么几百个，就是最常用最常用词也就那么几百个，那最常用的词和那些不常用的词。 我们应该同等对待吗？好像不太应该吧，应该更重视一些那些常用的词，因为常用的词啊，出现的概率可能越高，咱们使用的频率啊也是越高的吧。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夫曼数有什么？哈夫曼数有全值啊。那在咱们 Word to Vector 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全值想象成是我们词的一个词频或者是词出现的一个个数吧。 比如说、啊，嗯，在咱们的一个整个的语料库一万个模型当中，可能来说，这个里边，呃、啊，我出现最多，然后出现了是，可能也是比较多的。那这里是不是说，我可以把我、啊、构造成我的一个哈夫曼树里边的一个，就是第一个节点，然后是构造成第二个，然后比如说第三个，第三个可能是什么的呀，是一些这种词吧。这些词啊，我们把它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给它往前面构造啊。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分层的 softmax 的设计思想，在我们做这样一个分层的 softmax 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这么做的，呃，我们并不是说是，呃，要把所有词就是整体做这样一个 softmax，然后分成它每一个词的一个概率值什么？在这里，我是先进行这样一个判断，我们来看，这样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二分类吧。 对于一个二分类来说，它是不是就是咱们的一个 sigmoid 函数啊？现在还没给大家说，一会儿会给大家说一下关于二分类。咱们就先啊，假设说这样一个二分类，然后呢，这是二分类啊，判断一下是不是我，在二分类判断一下是不是是，在二分类判断一下是不是的。那么咱们分层 s o w t m a max 相当于什么？进行一个分层的判断。这种情况下可以使得我最重要的词放在的是第一位吧？ 后面的词放在是第二位的吧，一会儿还为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等举例子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咱们分层的 s o f t e Ma s 啊，他设计的一个思想了。 那关于这个哈夫曼数啊，它咱们是怎么样构造的？首先来说呀，就是嗯，咱们现在是有一个初始的森林啊，初始森林就是说，哎呀，有一堆词啊、嗯、，A、B、C、D 四个词，然后上面呢是一个词频，有词频的时候、啊，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第一次合并。第一次合并的时候啊，找出来词频出现次数最低的两个词，分别是 A 还有 C，把 A 和 C 拿在一起组合起来啊，组合到一个东西。然后呢？ 第一次合并完还有第二次合并吧？第二次合并，哎呀，看一下，嗯，次小值谁呢？是七，再把七拿过来，然后呢，再看什么？再看 d，再把 d 拿过来，最终呢，我就把这个哈夫曼数给它构造出来了吧？这个就是咱们哈夫曼数啊构造的一个流程。 那这个哈夫曼数啊，还有一个什么用处啊？我们还可以拿它进行一个编码。比如说现在呢，我想，诶说一个词，哎呀，它的一个编码是什么？那怎么指定呢？在这个哈夫曼当数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零一的编码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吧。比如说啊，这个哈夫曼数啊，它是长右边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它有编码啊，我们就说，嗯，编码很简单，就是说它，我说它的左、嗯、左子数啊是零，右子数是一。那对于这个。 D 来说，它是不是一个零就够了？然后呢，对于这个 B 来说，它是不是一零？对于这个 C 来说是一一零，对这个 A 来说是一一一吧？咱们也可以指定啊这样一个编码啊，就是说哈夫曼数啊，其实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带权路径最短，一个是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做哈夫曼编码啊，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现在啊，大家对它有一个理解就可以了。一会儿呢，会大家再举这样一个例子。 然后啊，我们要讲的第二个知识点就是一个 logistic 回归。这个回归啊，就是说，嗯，现在你不是要在咱们哈佛曼数当中啊，要进行一个判断吗？是往左子数走还是往右子数主啊走啊？所以说，咱们的 here article soft max 啊，咱们要进行一个判断，是走左子数还是走右子数吧？